没办法说嘛，因为基本上你，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一般人来讲都已经帮助蛮大的，所以我那个最近我也常常收到大陆来的，大陆很奇怪，大陆到底看不到我们的东西，又看不到 YouTube 吗？没有，大陆看不到，他们可以翻墙。翻墙可是最近很严格，最近他们要严禁啊，不能翻墙啊。但事实上那个大陆，我以前也很少偷到大陆，那个大陆比较慢。可是我发现大陆人口很多、啊，然后最近呢，我只丢了二十几片而已。常常有大陆的这个写信过来，说是很感谢我的，等于说从我这边他学到不少东西，很感谢。然后他要买我的电书啊，然后但是那个钱怎么付？那个因为我大陆我也没那个，我也没付，也没有开那什么户什么那个，我就用那个 PayPal， 结果他们 PayPal 可以用，他老婆就用从上海就是用 PayPal 汇过来 ，PayPal 可以用，所以我发现好像大陆还是，所以我最近开始要po到这个微博哎。我这样就丢 YouTube 的时候，我就顺便丢一下微博这样，不是他们的，不丢他们的叫优酷啊，优酷哦，优酷也是很大，大陆他们现在连在一起的嘛，他是把那个什么东西就埋在一起的，真的很大的，他优酷就好比台湾的 YouTube 一样，类似这种。哦，优酷是给台湾的 YouTube， 大陆叫优酷嘛，哎对。蛮大的、啊，速度也很快，他们速度也是，那个传的速度非常非常快。可是优酷有个缺点的，不像 YouTube 这么方便。YouTube 是可以，你可以，比如说你要丢三片四片，你可以一口气丢上去，对不对？它就慢慢整理，慢慢传。可是优酷的话，就只能一步一步丢，是吧？这点很讨厌。那我就，那它是很快，也是很好，但只是可能故意给你限制一下。这样检查的。可能还在缴钱呢、啊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是愿意缴钱的、啊，可是我这个发现好像不知道怎么缴，那个也没有说是可以一下丢好几遍上去，好像还没看到这个。一边看平均一边丢。对啊，就是但一遍一遍丢很麻烦的。那他们人口真的很多，他们那个13亿人口。只去那边搞政府。当然搞不必了，就是他只要我以后可能再出一点新的一点东西，他买，光是他们买就够了。